毛茸茸大手从神秘洞口伸出，把饮料拿给顾客，最后还会比个爱心。像这样看不到人，只有一只动物大手，神秘又惊奇，让不少顾客慕名来点餐。蛮疗愈的，而且很特别。不只为顾客送上饮料，甚至还会跟你互动，摸手、集权，样样来。这间位在高雄左营的饮料店主打疗愈感，让民众买饮料又能摸摸毛茸茸大手。我们里面的员工都是很凉快的，学会怎么跟顾客，就是光一只手也可以互动这样。晶莹剔透的爱玉摇进杯子里，加上新鲜苹果，酸酸甜甜，超级对味，配上卡哇伊杯子，超受民众欢迎。这个狗狗看起来就是很可爱，然后他们杯子设计的比较特别一点。阿公跟妈妈都是百叶式的，然后我大学毕业又回高雄以后，就是变成我就接手了，然后把它弄成一间饮料店的样子。这间位在高雄三民区的爱玉饮料店第三代接手创新经营，喜欢收藏玩具公仔的老板将门市设计的可爱又充满趣味感。另外，在盐城不只可以喝充满维他命 C 的柠檬饮品，还有现做港式鸡蛋仔面糊，淋在模具上，打开来香喷喷，小朋友超级爱，拿100分考卷还可以免费换饮料。小朋友只要考了100分的考卷，来到我们这边就可以换一杯饮料，然后小朋友就会促进他们功课变得更好。不管是毛茸茸大手，还是逗趣爱玉店，甚至是好吃鸡蛋仔，推陈出新的创意发想，吸引消费者目光。三立新闻黄志忠、陈渊，高雄报道。